Yeah! O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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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大的雪！ OK， 现在是7点45分，离开门还有45分钟。哇，看看，疯狂不？都来了，看看这个雪。我去，50厘米大炮。现在是早上8点08，看看，我们等了差不多才10分钟，队伍已经本来从这里一直排到这里了。 然后威斯勒那边已经爆炸了，哇！所以说啊，一定要赶早，真的，否则就是玩人家剩下的。哇 ！Holy shit！ 哇！太爽了！看看这个。 我靠，能滑到左边去，那边也很不错，但是速度不太够，可能。对。这时候就是做功课的时候了，赶紧看一看哪边选择哪条道。不过像我们这样的第一趟上来，应该是每条道都可以，都是大粉雪。反正不过呢，现在已经你看已经滑了很多，被人已经滑了很多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能会往边上滑一点，对。 家人，不要大拐弯，只能小拐弯。看看这个雪，哦，Holy shit，起腰身了，看看，哦，Holy fuck，Holy，啊啊哦，非常不巧，卡在平地，哎，这一晚，体力浪费不说，主要是浪费时间啊，宝贵的粉雪时间。Oh no！ 每次到缆车底下就感觉特别累，但是上去以后就全忘记了，然后就继续开始操。其实我想今天差不多想准备收工了，准备进去休息啊，喝点水，口渴的一塌糊涂。但是每次到上面以后，想想哎，再操一趟，再爽一趟吧。哇，真的是上瘾啊！白色鸦片不是盖的。OK， 大家不知道大家怎么一般解决口渴的问题哈？可以。不口渴了。OK， 这是我第5趟了，再爽一趟，好吧？绝对不会留时间给吃饭的，这种天就是要滑到死。啊！哇，太爽了！哦耶！ 像我们这种被卫斯特宠坏的人，真的普通的雪我们都提不起兴趣过来玩，但这种雪的话，哇，多早我都愿意起来，哇，太爽了，真的就是说，我们第一趟的时候，如果说哪个队伍里哪个朋友比较慢的话，哈，直接就被抛弃，不管了，个人要滑个人的，当然这样不太好，因为如果说你进树林的话，如果说你一个人滑，有可能掉树沟里没人救你哈。 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熟悉的道，比如说我今天基本上滑的是蓝道和黑道多一些，然后没有树，没有进树林，所以说一般来说问题不会太大的，对，大家还是要小心。然后呢，滑粉雪这个感觉哈，然后我一般都是正刹，反刹呢就是说反刹是用来就是拐弯的，然后正刹呢就是你最好就是张扬一点，这个手臂举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一推，然后赶紧收，只能推个一瞬间。然后呢，最好就是碰到那种就是大抛雪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人滑过那种雪的时候，你给它来wave一下，然后这个雪整个就是扑你脸上，非常爽，哇，真的，这是粉雪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这是还有你压着后面，然后往前冲。哦，太爽了，真的，这是我应该是这辈子滑过最粉的一天，然后人还不是特别多。 我每次就是说滑那个 Jersey Cream 嘛，一直往左边切，然后从那个中间那条道下去，就是有条蓝道，我也说不清是哪条道，反正就是以前 Solar Coaster 的那边，反正每一趟下去都有粉抛，真的，然后滑到后来是真的没有力气了，而且我朋友也想下去，所以说也就差不多收工了，对，太爽了。